张琪啊，一会儿就在家吃饭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伯母，一会儿我还得去我妈那儿看看。哦，那去吧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一会儿让海棠他爸来就行。妈，是这些放锅里吧？哎，别急，让果冻多炖一会儿。你现在下呀，一会儿就炖烂了，就吃不进嘴了。我呀，虽然没做过这排骨板栗汤，可天下炖汤的道理呀，都是一样的。这道汤我还是跟人家康先生学的呢。你们广东人都喜欢喝汤吧？有时候啊，我就想，你妈妈要是在的时候，会给你熬什么汤？就想啊，让你吃口妈妈的味道。啊，把那个红枣拿过来。啊。我们家是北平的，当初举家搬到广州，也是因为家里的生意，所以我妈也不怎么会做汤。从小到大，我喝的最多的就是您做的汤了。你这孩子呀，就是招人喜欢，家里教育的好啊。有空的时候啊，你多教教我们家东来，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。您放心吧，最近我一直在让海棠在教东来读书。妈，嗯，我这几天要去执行一个任务，可能一两个月才会回来。有什么事儿，您就让东来去找海棠跟念强，他们都会帮您的。现在下也行，炖出沙来呀，汤就浓了。我来吧，妈。总之呢，你只要记住一句话：寒光中队，每个人都是你的儿子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有我们呢。嗯，诸君，为何在这炮火连天、举世披靡的档口，我们还要大谈红楼？因为，在我中华大地，城可以破，文化不能丢，人可以死，精神不能灭。人生如梦，红楼亦如梦。愿中华文化之熊熊火焰，点亮这无尽的黑夜，照亮你我，勇敢向前。以东来的文化程度，恐怕明年也考不上。那就后年考。东来这个小子，脑袋可聪明了，只要肯花一点心思在学习上，再有个好老师教他，一定能考上。他去哪儿找好老师？我想请海棠收东来为学生，辅导他。有何事？漂亮！可以，再来一个。夫人，哟，你看那小子，有你当年的风范。活着真好。等你手术好了以后，咱们两个跟他们啊好好打一场。放心吧，
我可是勇冠航校的第一中锋。等我好了，咱们一起打一场。咱们还得把咱们韩光的番号给夺回来。好，说定了啊。对了，手术的流程、危险性都清楚了？很清楚。医生也跟我坦白了，这个手术他只在国外观摩过，自己也没做过，成功率10%都不到。有个事儿，我放心不下。武丁甲，你可以把武丁甲交给我。之前金先生也交代过这个任务，保护甲片，我义不容辞。不过，海棠知道你要做手术吗？这个手术其实也是为了海棠做的。如果成功的话，他可以有一个健全的爱人；如果失败了，他还年轻，应该过得更轻松一点。庄奇，你觉得你这样做很伟大是吗？海棠，海棠，海棠。我帮你。不用，我来。哎，我来。不用，我来。自己受了多重伤，自己不知道吗？医生都说了不能提重物，你为什么不能在意自己一些？以后有我在，这些脏活累活全部我来做，不准跟我抢，知道了吗？那你不在呢，我怎么办？在杭州的时候打过赌，这个树我来养，养到它开花。你的赌输给了我，我的赌可不会输给你。明年春天它就能开花了，你会陪我一起来看它吗？每年春天，你都会陪我来看他吗？你生气了，海棠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瞒你的。对不起，怎么又疼了？我都跟你说让你不要提重物，你怎么不听呢？你不生我的气，
我自然就不疼了。海棠，以后这种脏活累活，你别一个人干。我不放心。你看你这几天这么憔悴，是不是没睡好？以后帮林先生做事，别喝他的茶，他喜欢浓茶，你每次喝了都说睡不好。你要是真的心疼我，就不会瞒着我。你都伤那么重了，为什么不爱惜一下自己呢？海棠，飞行员是一个时刻跟死亡打交道的行当。是我太自私了，不应该又给你爱，又让你时刻面对我的死亡。我知道，只要战火还在烧，你就不会完整的属于我。可是我根本不怕生死离别，我只是想要珍惜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日子。还有，我不是怪你不信任我，我只是觉得你不让我替你分担。分担什么？分担你的生死，你的责任，还有你在保护的武丁家。不行，日本人走私势力，恐怕还有其他势力都在觊觎他，我不能把灾祸引到你头上呀。那我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没有你，我会怎么样？可我只想你好好活下去啊。张琪，你要负此我必与你一道，就像袁英一样。武丁家，以后别再说父子之类的话了。我只想你好好活着，你好好的，我死也无所谓。以后我帮你藏好他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念乔会帮你。海棠，我懂了。懂什么？我懂你的心意了。你不只是帮我分担，你还承担了责任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手术回不来了，你必须跟念乔一起守护好武丁家。这个年代，活着比死更难。但是我的海棠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
我们都会好好的。张琪，这一场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场硬战，答应我，一定要答应。好，不许骗我。病人胸腔内残留了子弹，弹头位置靠近心脏冠状动脉。今天我们要使用人工心肺机，采用体外循环的方式进行手术。是。同学们看一看啊，来看一看。干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白飞，表面看是给富华大学一片民主的空间，实际上他是把富华大学这片民主的堡垒当作他与中央对峙，发展私人势力的手段。一方面，他扮演着文人支持者；另一方面，他囤积粮食，哄抬物价，鱼肉百姓。他是云南头号鸦片商，昆明大大小小的烟馆都得给他上税。云南的财政就是靠这些罂粟撑起来的。这个白飞，1927年跟着国民党搞清党，用的也是白色恐怖手段。他请左翼人士到家里吃饭，据说每次只上四道菜，压一个死字。等到上最后一道菜，餐盘上盖着盖子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先看来就是一把枪。枪？这也太吓人了！不会吧，同学们，这个人还勾结汉奸。日本没有大举侵犯云南，据说就是他们的秘密协议。你们知道吗？上次日本飞机轰炸富华大学，是有人在地面向天上打信号指示的。同学们，我们要揭露投机分子，打倒这样的封建暴君，打倒这样的封建暴君，揭露投机分子，揭露这样的投机分子，打倒封建暴君，打倒封建暴君。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，咱们怎么做？你好像不是我们富华的学生吧？我最讨厌的就是鬼子和汉奸。我哥是飞行员，他就是跟日本飞机作战的时候牺牲的。这是英雄吗？太可惜了呀！这样，我们上街，把这些都发出去。走走走！打倒封建暴君！封建暴君！打倒投机分子！上周就贴了一回，今天又贴了新的。更要紧的是。他们现在在街上发传单，说是列举了您的十大罪行。话非常难听。督办，富华大学的影响力很大，如果这些消息被记者给知道了，再登了报，属下担心会严重影响您的声誉。更何况，重庆方面本身就在找咱们的麻烦。嗯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去，把人给我请回来。跟着南洋团一起，我请他们吃饭。是。哎呀，现在昆明这物价高得不得了。你说学生每个人就那么点钱。以前每周还能保证他们吃顿鸡肉，吃个鸡蛋，现在啊，一周只剩一个鸡蛋了。你说他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哪受得了啊？
老毛，老师，老师，吃，吃饭，吃饭，谢谢先生。这样吧，我和懒山的津贴捐出来，给孩子们补贴一下生活。那加上我，咱们学校就是69个教授把津贴都捐出来了。哎呀，咱们小区啊还算好的，别的小区有的学生一天只能吃一顿饭，剩下两顿只靠温水充饥啊。老孟啊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是啊，所以啊，这两天我一定得去找趟百度班。我跟你说，昆明的米贵，跟他脱不了干系啊。是。哎，老林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百度办带走了几个学生。为什么？外面贴了一张告示，上面列举了百度办10大罪状。啊？医生，怎么样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心脏也复播成功。太好了，海珍，给家里送个信。好。病人的求生欲很强，手术比我预想中还要成功。现在缝合完毕，只是还处于昏迷当中，还要观察48小时。如果病情一直稳定，那就是度过危险期了。谢医生。队长，在外面等候。浅音，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曲子啊？这也太难了。你拉的不挺好的吗？咱们学过呀，咱们再试一遍。不要。这是齐哥哥最喜欢的曲子。这个彬彬也真是的，都这样了还不让我去医院，等着吧，等他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一个吧，在医院动着手术，生死不明；一个吧，打死也不去医院，宁愿自己在这儿坐着伤心。你说，这岂不是更难受吗？行吧，那，你先来一遍。啊，你拉的比我好，你先拉一遍。快点！海棠。浅英，你们也过来一下，啊！黄先生，跟你们说个好消息。念乔让人送信过来，说张启的手术很顺利，医生说在接下来观察48小时。这样太好了！谢天谢地，我这颗心也算放下来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看他去吧。走。哎，珍珠，有件事情想麻烦你。怎么了，康先生？李东来和几个学生上街发传单，被百度办带走了。叔叔要请他们吃饭。嗯。孟教授已经到你父亲家了。珍珠，嗯，你是我的学生，按道理说学校与外界不相关联。但是你父亲这次的行动，真的让我们很担心。康先生。这事儿您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一定让他放人，我现在就回去啊。珍珠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看冰冰去。张琪醒来就要动脉出事，一定会担心的。浅音，你带康先生先回家，等我们消息。谢谢你啊，拿了那一首《流浪者之歌》。是念条哥让我一定要陪你的。你们快去吧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千万别冲动啊。嗯，走。
喝茶。进去，别碰我，老实点。本来白母今天是专门宴请您的，没想到出了点小状况。您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商人，又是大学问家，而我白某是生在部落长在部落，就是个粗人。但是凡事也知道讲个道理，今天我失礼啊，我也就不瞒着你，让你看看这家常，也请你给断断孰是孰非。先生好，你们干的好事儿啊！白督办，我的这些孩子呢，给您惹事儿了，我代表学校给您道歉。伯川兄，打扰。吴冉兄，这些孩子们的事儿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啊。我相信，白督办也是讲道理的嘛。请，来。谢谢谢谢。既然孟秘书长都到了。正好，请您念念吧。这我来。云白飞十大罪状，第一条，囤积米粮，哄抬物价；第二条，培种罂粟，广开烟馆；第三条。这怎么了，肖院长？不知道，突然严重了，送进去了。不，一切挺好的，怎么又进手术室了？也不知道，突然就这样了。护士，张琴怎么样了？病人突发内出血，估计失血量超过1000毫升，出现了大动脉搏动停止、自主呼吸停止。陈医生诊断需要重新开胸腔查找出血点，还得立马给病人输血。但是我们的 B 型血储量不足，你们谁是 B 型血？我是，我是，是我的。你一个人不够，你们都去那边查一下血型。你跟我来。好，我是 A 型。我也是 A 型。我回学校找 B 型血的学生来，走。我这就回谷仓大院。第十条，骄纵奇女，强加师资班。念完了。这些孩子太年轻，不经世事。啊，我在这里啊，替他们给您道歉。没恶意，单说这第十条，要是传到了重庆。被蒋先生知道，更何况说的全都是谣言。住嘴！全是谣言。哎，孟先生，来，请坐。今日家中设宴，是宴请南洋华侨社团的张伯春先生，以感谢张先生古道热肠，想国之所想，急国之所急啊。看来。你没把手下的人调教好，几个毛头的事情都搞不定，还要闹到家里来，惊扰了张先生和孟教授，你还有脸说？既然张先生和孟教授都认识，这些学生又都是孟教授的得意门生，那就坐下来，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，边吃边解决问题。让这些孩子。跟您同桌吃饭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
这些孩子呀，处事确实有不周的地方，有执见之心，无执见之道。我的理解啊，他们只是想给您提一些建议，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。还望白督办给孟某一些薄面，让我把他们带回学校，我一定严加处理。还有件事，我今天必须要跟您说。步春兄的儿子，我们的抗日英雄飞行员，此时此刻正在做大手术，生死不明啊。如果把他留下吃这顿饭，他心里也不踏实，不如啊，让他赶紧去医院看望儿子。对对，今日之事由我一人承担，我留在这儿。张先生果然心怀天下。家中爱子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我提？这样吧，我安排人去照顾琳琅。家宴既然设了，当然还是要吃完。好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不，我们不饿。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那还不赶紧滚！滚滚滚，滚回学校去！滚！站住！哎，我留下，我留下。饿了多吃，不饿少吃。我陪着你们。我这老规矩，四道大菜，一道都不能少。暗号。护士，再抽一点，我没问你的。已经600cc 了，不能再抽了。你好好按好了，我给你拿瓶牛奶。队长还缺不缺血？出血点找到一个，血浆输进去还在继续出血。我就问你，他还缺不缺血？缺。好，抽我的，来，抽我的。再抽你先没命了。你按好了，我给你拿瓶牛奶。护士，我再抽一点，我真没问题的啊。把这个喝了，护士，护士，我的血也合不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您别急，我回谷仓留个急信的，肯定会有 B 型血的人的。但愿呢，但愿老天保佑。哎、不要抽血，不要。怎么，吃不惯我老店票的菜？哼，都是虫子，怎么吃啊？哼！既然不合胃口，那都下了吧，上第四道菜。是，撤了。老人家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来抽血，一会儿一定得多喝一瓶牛奶。我有那么老吗？父亲，您怎么没换上我给您买鞋啊？别说那没用的。这个孟中堂就是爱管闲事，把这鞋从你那儿要来，硬要塞给我。父亲，干啥？我，你瞧你那脸色。跟死人一样，还不赶快把这奶喝了！快快快，把奶喝了！喝吧喝吧喝！
据说每次只上四道菜，压一个死字，等到上最后一道菜，餐盘上盖着盖子，掀开来就是一把枪。怎么不吃啊？刚刚看到虫子就怕了。李东来，你哥哥现在正在做手术，你怎么不去医院呀？啊，我哥？哦，他的亲哥李春来，是航空烈士，为国捐躯了。他弟兄是步春兄的儿子张启，寒光中队的队长。我记着三年前，张队长还协助白杜办在富华救助了一个当地的孩子。我们富华跟白杜办，还有驻扎在昆明的长官们、兄弟们，早就是一家人了。所以说呀，我们富华的几位少年，偶尔行事不周，白杜办是不会跟你们计较的。孟先生，方才说做手术去医院的是我哥呀。嗯。怎么没人告诉我？小姐，小姐，那还不快去！老头儿，这又请人吃四道菜呢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学校练琴吗？你看看，孟小姐也来了。你们俩呀，赶紧去后院接着练琴。没琴可练，我饿了。我来跟东来他们一块儿吃这四道菜。海棠，海棠，过来，坐这儿。哎，哎，我虽然宠你，但你不能乱来呀。啊，啊，小女珍珠，见笑见笑。张伯伯。您好，我跟张启是老朋友了，我俩就不用客套。好。这位不讲理的，外传是暴君的，就是我爸。他呀，总说我是小魔头。你说这暴君的家宴，我这小魔头不在，那不少了分量吗？我估摸着，我爸应该是觉得咱们富华的伙食不够好。所以啊，请大家伙儿到家里来打打牙祭，那正好，大家就一起吃吧。老头儿，上菜。你胡言乱语。两位先生，见笑见笑。哎，第几道菜了？第四道菜了。那个副官的枪不见了，印在菜盘子里。队长，二哥，你现在不应该待在这儿。二哥，我现在没法深空作战，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。你带我走吧。你得回去，
面桥他们在等着你。队长，我是回不去了，让我在最后为你当一次好吗？一腔热血，生命。